这是这块金丝玉的萨摩漆，像这样的品质的萨摩漆啊，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少见啊。这个质地一看就从看这个看到的细腻，这是在戈壁滩上靠天靠阳光的这一面啊，这一面呢，它就是那个靠戈壁上的，非常漂亮，打灯看一下。这就是收藏级的萨摩漆，现在很少见啊。说像油酥饼也可以看黑芝麻点，说是像那个，有朋友说像年糕都可以，反正就是很漂亮。这石头真的是绝了，漂亮啊！大自然的造化，没得说，没说的。